啊，随着天气炎热，啊，佮疫情双重的影响，啊，咱市公所要伫六月初五开始，佮七月初五这个一个月期间，进行全市的全面大消毒，啊，啊，咱即届消毒的部分啊，是针对宜兰市38里，佮21间咱的学校，啊，这个部分啊，是针对登革热的啊，这个要消毒。啊，伊即款的病菌，吼、哦，啊，佮伊的即个幼苗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会当你一个城市，啊，不管是疫情的防范，啊，是讲登革热的防范，啊，是各种啊，啊，即款啊，即、這个影响咱健康安全即款的啊，防范顶头，啊，咱来做较更加的落实，哈、哦，尤其这段时间啊，面临遮济啊，即、這个威胁啊，佮挑战啊，咱更加爱佮较。细致啦，啊！啊，所以这段期间会请里长啊，甲咱共同配合。啊，你这个大楼较空旷的所在，咱嘛会入去。但是啊，嘛要入去啊，这个厝内面，也是讲地下室啦，除非迄个有确诊的足迹，啊，咱才会入去内底，哈。啊，无啊，咱就是你空旷的诶，这个大楼。啊，你宜兰市的部分啊，因为啊，咱这个大楼的这个数量面积啊，有较侪。所以啊，你这部分咱嘛会特别啊安排咱的队员进入内底来做处理。咱希望讲啊，大家啊，你城市安全顶头共同来维护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尤其咱你这款疫情的威胁顶头，如果啊，佫有登革热的威胁啊，这款啊对咱的压力负担会更加沉重。所以嘛，要请全民共同来响应，哈、哦。啊，你这个容器顶头有水啊，咱就佮倒掉。尤其啊，即马挖热天吼。足紧啊，就会产生啊，这个蚊虫哈。所以啊，咱会当啊，无必要有啊，这个水啊，这个残留的容器内底部，咱就赶紧甲处理掉了哈、啊。啊，这避免着啊，这个城市佫受到啊，真侪病毒，啊，是讲啊啊，滋生病媒蚊对咱的影响哈、啊。啊，所以你这段时间，咱要请乡亲大家多多来配合，尤其啊，这登革热药水啊，真强。啊，真强的时阵啊，不管是你啊，你外口的物件，哦，尤其是要食的物件，啊，绝对爱收入去内底，哦，唔通你外口拍一寡啊，这个咱买食用的物件，啊，一寡爱配合爱收入去厝内底部分啦，啊，咱也事先甲大家宣导，请大家多多来配合，哦，啊，虽然会造成一寡影响，但是啊，你即马遮尼严重疫情影响的这个情形之下，咱希望啊，大家会当赶紧度过。啊，这是例行性的工作，每年咱拢会做。但是啊，今年啊，你这个双重的影响之下，咱希望啊，咱的乡亲大家共同来配合，吼、哦、啊，不可因小失大，因为啊，大家用一寡无方便，互阮啊去甲恁做消毒的工作做好，才有法度互城市啊，这个愈安全，大家永续啊来做上好的发展，互咱啊会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。啊，宜兰市公所因为你接到啊卫生局啊是啊环保局的这款通报了后，咱马上啊拢会进行啊确诊足迹的消毒，啊，佮加上原本啊真侪咱例行性的工作，所以咱原本有两台啊这个啊消毒车，前一阵仔嘛因为啊超了过头的吼、哦，车的温度压起来拢不白烟，啊车去送修一段时间，即嘛又佫恢复。啊，这个共同消毒的行列，但是啊，咱惊讲安尼两台的消毒车会无够，所以啊，咱即马赶紧去租一台，啊，今仔日嘛已经完成，要加入咱消毒这个行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安尼的时阵，咱有三台消毒车，咱就较保险，因为原本爱做的工作，咱登革热啊，这款消毒的作业，啊，就不利繁杂啊，啊，这时间排落去吼、哦，变作无法度。把咱原本消毒的这个消毒车甲组员，甲抽起来去支援确诊的啊，这个足迹哈，诶消毒点。所以啊，咱变作要有一台啊来应变小组利用的，就是咱随时通甲调派啊去啊，不管是啊这个卫生局、环保局，还是讲什么单位认为啊这个有需要，赶紧要去消毒的部分。啊，所以啊，这台是专门要为着应变啊咱的防疫。啊，指挥中心啊，咱这边啊来做处理的消毒方式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安尼，咱才有法度原本的抗型继续啊去进行咱的消毒作业。
啊，咱咧阁有一台会当啊专门咧应变支援，啊是讲调派啊，咱咧防疫作业，安尼啊，咱规个啊消毒嘅工作，有啊多，伫咱咧统筹啊，即款指挥之下，不管是原本嘅工作，甲临时增加嘅工作，拢甲做好。